嗨，你好，我是洛克。哎呀，珍珠，这一集呢比较特别一点。多么特别？我们的频道破万，破万只有一次而已。对啊，就没有再有下一次的破万了。然后如果下次要破两万，我看也蛮难，蛮困难的。以我们的这种频道性质，就是纯粹就是去记录我们的一些生活日常啊、运动啊这些形态的影片，其实可能不是主流影片嘛，就觉得有这么多人支持我们，真的非常感谢，谢谢，感谢感谢。虽然一万的订阅不是很多，不是很大，跟百万的比起来，我们只是小咖小渣渣而已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对，来纪念这个破万的时刻。对，这一集呢，我们决定要来拍一集看牙医。哎，不要回来。你是说你已经蛀牙了吗？哦，有。但也不该在破万的时候看吧。我应该明年还可以吧？你确定明年还会频道还会存在吗？应该可以吧？要不然去看，我已经把你挂好了。啊、不然等看完之后，我请你吃宵夜。那这样听起来不错，可以哈、哦？是那个吗？那个好高级的吗？好，可以，随你选。好，那我们就看牙医去 ，Go。两个锤子要干嘛？现在是看牙齿的时候。我不要了，我不想看。你上国中都应该也没看过吧？对呀，国小就没看过牙医。哎，我看二年级我看过。二年级现在都国二了。某年级的，我忘记几年级的时候我也看过。那他说什么牙齿痛，然后看一下。我想说，你应该没有乳牙可以换的吧？没有哦，没有哦，谢谢谢谢。都是恒齿的，哪乳牙？那个看起来很像是乳牙要换掉的那个。都几岁还乳牙嘞？乳臭未干是真的。好了，准备了。我正在说，我想回家。嗯，去吧。我想回家。8:20了，快点进去，一直在等你了，进去。他上次的看诊是什么时候？小的。108年。近嘛，三年前而已嘛。刚好三年，这么久了，用力抓，来啊！你好，深呼吸，冷静，不要怕，不会怎么样的。我想吐，你毛病很多。我想大便，啰嗦。我变腿软，真的？为什么腿软？看牙医为什么要腿软？因为不是抓你的腿。我没办法。越大越帅。谢谢。非常的害怕，他不会痛。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痛，可是他很能忍，很厉害。108，我一直跟他讲要看，对啊，他很怕那个味道。加油，等一下吃麦当劳。你的脚是干嘛？腿软了吗？现在还在抖。我可以吃麦当劳吗？我刚才床上有人抖到不行，我怀疑别人癫疯。我给你醒。以后常常来，固定半年就要来一次，这样你就不会被钻的。想去笑他？你不用笑他，他很耐的，他很耐的，你不用笑他。他是固定半年大概就会来一次。我什么时候可以去吃麦当劳？对，你可以看完好吗？急什么？麦当劳不会跑掉，你怕什么？干嘛？腿软？要有多大压力啊？现在开门了吗？你要走路回去好了。你要让我坐车吗？吃麦当劳。看完了，钻的爽吗？没什么差。医生说我牙齿没问题啊。所以他跟你约半年后见。那医生跟你约什么时候见？更久，三个礼拜吗？他不就约你过两天见吗？你那个就是太久没有看，然后呢，自认为自己刷牙刷得很干净。没
没有啊，他就自己知道啊，他就自己讲说会痛啊，只是不敢面对。你就是死撑就对了。过一段时间他在痛，然后我觉得没关系，痛痛就会好了。你要是早早看，不就不会那么痛吗？好了，到底多少人很怕看牙医的？怕看牙医的底下留言。你装完你也不用吃了嘛，就我帮你吃哦。要死也要吃，好不好？我刚刚已经吃了一下冰淇淋，我还可以，我还可以。他用痛换来的东西，怎么可能不吃？我的贵族世家呢？你的贵族世家有这种东西吗？有到这个级别的东西吗？没有吧？超神经才有。好了，跟大家说拜拜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